苹果给我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给你的。好，大家好，之后我们去表吧，变七十八了。走吧。啊，这带走。没什么东西好拿的。地旁边箱子有四只，射得完吗、啊？哦，巧克力他们会写。哦，感谢。我那回还蛮多的嘛，跟我一样多了。不吃一颗苹果。巧克力刚是剩三颗星。还好我没冲动去找他们。我想说，趁他们没有写，赶快去偷袭一波。现在可以偷袭红色的那一队，汪汪那一队。真的要打的话，要等他们。对，不然就是泽平那边。小心哦，库工哦。库工。好，他看我，你打他。村庄不能去，好可惜哦，哎呀，死掉了。好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发光欸，觉得会累格是不是？我走路的时候画面卡卡，跑步的时候。对对对，那你跟我一样，按前前，因为他们说按前前、啊、走路会抖抖抖抖抖，然后你如果按 Ctrl 加 W 的话就不会了。可是常卡到输入吧？有羊欸。抗错还好吧，一开始先把输入法关掉就不会卡到了。是，要去二楼，坐标是二楼才不会凋零。没 WiFi， 看不到对手在哪里。哎、欸，这么近，对啊。喂，现在还想做附魔台吗？你吃了？我吃了、啊，反正我只有一颗而已。我那个血量，我干脆就吃掉了。啊？二楼从哪里走啊？不是这里吧？那就叠上去吧，叠吧。从这边吗？叠啦，用叠的。八十死，不行不行，会死会死，啊，再往下，三，往下，七，三三，三三九在这儿，看很多人靠过来了，这里，是安全的，突破这里，楼梯上啊。你看是要堵起来还是怎样的？他可能要请你配合，就是 我拉弓，你可能就要前面倒岩浆，我去射他们那种。理想啦、哦，可以的话是这样子的。进化应该可以试试看，不行就算了。对，然后就是枪烧嘛。对。
开始各种彩虹战士通通靠过来了。我们已经没有了灰色战士，灰色一开始就被灭掉了。还要金苹果吗？没啦。好，黄金也不够，也没有苹果了。死了就认了，好不？我已经从垂死边缘活过来了。对啊，欸，好不容易从一滴血拉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欸，我从半格血拉到现在十九格血，不对，不是十九，那个十七格血。快破坏声，哇，这么远就有听到方块破坏啊！绿色的蛮近的，欸，他们很有。他们算是全场血量最多的队伍啊！他们是慢慢往我们这边靠过来了。啊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二十点。你说太高也不行，太低也不行的意思。这个小房间啊，还是最后战场。黄队离我们很近，好像在扑过来的感觉。就在外面，赵岩江在那个平台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都蹲了。黄色。他们应该是不会靠过来吧？这个可以啊，这个还有这个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靠过来就到岩浆了。他们现在位置颇尴尬。我在楼下。都要脚底板哦。偷挖我们脚下，我们惨。小心，秋风举弓，秋风拉弓哦。我的位置他应该射不到。那种找不到鬼鬼在哪？哎，小心，鬼鬼还在挖脚。这么贱。
我们注意刚刚那个红色的、红色的、红色的、粉红色看到，的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这里靠过来。你在。在哪里？到在岩浆，在那个鹅卵石上，想到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收起来。感觉是有烧到吧？啊，没有。把树烧了就好了。狂烧。好像有点那个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好卡开始那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岩哦！浆吗？说什么？哦。好，fire。等到最后开战的时候再打。在劝退，驾！不会跑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，不然的话就射你一点啊。挖个坑在这边钓鱼算了。他们过不来，他们再不过来的话，就要那个了，吃毒。对哦，他们真的不过来吗？还是那边是安等，全点？还没，还在慢慢说。小心哦，他们上来了。没有啊，没动。没有没有，绿队跟蓝队。啊，绿队跟蓝队，来，居然要从墙外进来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慢慢靠过来了。挖进来了，挖进来了。哎呦，那个了一下，吓我一跳！太刺激啦！什么时候开打100分吗？哎，二零，闷死了，哪里？大概是，果然，怎么啦？他刚感觉他网络不好，哎，来了，有人来了。他怎么死在墙壁里面？没有，他是那个，然后在外面。哦，所以是被吃毒吃死了吗？对，打无了。边界还
哎，他们没不过来，他们跑去蓝队，他们跑去打蓝队了，是不是？开打，开打，他们开打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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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战况激烈，战况激烈！你要去尾刀啊？哇，你居然尾刀了！你们这些身上有猪肉的混蛋，撤退！不对，捡到黄金也没用，没苹果。给你，捡到了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太好了，苹果。哦，拿拿拿，钻石剑。我可以跟团团杀。